好来，感谢哈、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住伫新店的咱一位李太太所点播，听阿祖所唱的这首，讲了做乡愁的雨吼啊，这是你的歌曲。即马要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哈。节目由着小弟阿星、小弟阿金以及咱张天君张大哥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一到拜六，咱伫咧下晡呢，这是3点到5点，伫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会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96.9，大台北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伫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92.5，大台南爱乡电台 FM90.7。高雄甲屏东南方之音 FM89.3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即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只 FB 呢，台南俱乐部的粉丝耶，有完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好来，感谢啊！即马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1年8月18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各地依然拢是晴云到好天。啊，午后呢有局部所在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7月11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32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哈，即马就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下晡呢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开始来甲看新闻。来，首先啊，咱同款，首先吼啊，咱要来甲听众朋友。难去啊！第二麦开就对啦。我开唔对个，莫怪底下咧开开无声，啊，愈转愈大声，吼，歹势吼。来，首先吼，咱嘛是同款，甲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啦，吼。报告今仔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上新的情形吼。啊，今仔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吼啊，有来公布新增加11名啊，这个个案吼啊，新增加11名啦吼。啊，当然分别6名是本土，啊，5名是境外移入啦吼。啊，另外这个确诊的个案当中吼，无新增加的死亡啦吼。啊，这个指挥中心咪表示呢，讲今仔日新增加6名，诶，本土的病例吼，2名男性，4名女性吼。啊，年岁伫20几岁到80几岁之旁。其中啦吼，啊，这个一例吼，伫8月10日发病。啊，其他拢总是无症头的感染呢。个案分布台北市啊有4人，新北市有2人，就对啊啦吼。这是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吼来做一个简单的报道啦吼。来啊，接落来要来甲咱分享的吼，这篇的新闻吼，这个美军啊，这个撤军了后吼，对这个阿富汗撤军了后的时阵。各人有各人的声音吼，啊，每一种声音拢有出来吼。有的人是支持，啊，有的人是反对啦吼。啊，咱今仔个又搁有看到吼，啊，这个美国吼前啊，拍死这个宾拉登内底海霸部队的其中的一名成员吼，伊真无客气跳出来吼批评啊，这个总统拜登伊对阿富汗撤兵，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啊，美国的损失啊嘛真无负责任。这篇咱来甲听看，伊是安那写吼。曾经来拍死着宾拉登的前美军海霸部队吼突击队的队员吼，啊，这个叫做欧尼尔啦吼，17日呢针对着美国对阿富汗吼撤军这件代志，伫社交的平台直接点名美国总统拜登，真受气来批评讲伊是一场的灾难。也个吼啊，叫美国的参谋长就对啊，参谋长就对啊啦吼，
联席会议主席吼麦利吼顶只高官讲着爱辞职。啊，奥尼尔伊表示咧讲这是即个美国历史上吼上较严重的损失呢。啊，咱受到即个欢迎的总统已经消失去啊。啊，奥尼尔一个从炮火吼，加对准着即个麦利咧讲。讲阿富汗的人对撤退的美军的飞机顶面跋落，跑倒来身亡，你有看到无？你爱辞职吗？奥尼尔啊，伊这个呼吁咧讲啦，讲政府的高官应该落台。啊，美国吼啊，美国吼啊，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吼，啊，加这个国务啊，这个国防部长吼，这个奥斯汀吼，现在吼得随时辞吼，啊，麦利吼。啊，去灶卡吼，啊，马铃薯下下了后，一个月后随时接。这吼，咱有看到，就是讲这个上新的情形啦吼。啊，这到底母甲七母不买八母母甲边啊？以后会变成啥？咱也不知啊。吼，咱就看以后发展是安怎啦吼。对啦，对啦，讲叫伊去灶卡马铃薯下下了后，一个月后随接。这伫咧美国军方来讲，迄是种处罚就对。吼，美国的阿兵哥若做唔对代志，拢叫伊去灶卡下马铃薯安尼就对吼。啊、来好，来，咱即卖来阁继续啊，来进行着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个对吼，来。來好来，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哈。来，今仔日的节目呢，咱较特别吼，咱今仔就无搁再看一挂相关的新闻啦吼，重要的新闻拄只要，然后已经甲咱报告过。咱今仔日的下晡呢，来到咱节目现场两位贵宾吼，一位是咱高宽敏先生呢，台湾制宪这个做基金会。咱姚明昌姚教授啦吼，啊，另外一位呢，就是咱大家较熟悉，啊，这是咱副执行长吼，啊，咱的这张俊良张副执行长，拢来到咱这现场。今仔日来呢，有几点啊重要的代志要甲看大家来讨论探讨啦吼。有一寡物件政府可能无方便通做吼，啊，民众吼，咱啊家己爱落去做安尼。我想一开始呢，先予咱姚老师呢。啊，教着咱这个做张副执行长，先甲咱所有听众朋友请安问好者来哈，来姚老师请。台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明昌，真欢喜啊！搁一次啊，来到咱的节目吼，搁甲咱的乡亲时代请安问好，嘛要甲大家讨论啊，对咱人民啊真要紧的代志，要安怎制宪正名，搁要安怎吼？成做一个心理独立的国家，多谢。是，哎，这是咱姚老师啦，哈，啊来，啊咱那个俊良兄来。咱台湾俱乐部的听众哈，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嘿。来，俊良兄你好哈。好来，啊，今仔日来咧，要甲咱讲到这个制宪正名就对啦，哈。啊，不离哥呢，这个问题呢，这已经谈论足久啊，就对哈。啊，即马咱游玩感官，咱知咱古先生有无哈？一世人毕生的志业，就是这个正名制宪吼。我拄啊，拄啊，师弟啊，甲问咱俊良兄，讲当时甲在郭先咧推动迄个吼，将士几年啊？哎，甲讲者，靠将士啊，搁咧补这个啦。来来来，你甲介绍者，介绍者，迄阵几年？一百场个啊？哦，迄个早十当前啊。哎，咱知影讲，郭先生吼，一向拢是咧台湾上艰苦个时阵吼，迄个规个。即、这个民主化时期上低调的时吼，啊，伊拢是带领着咱台民众吼，啊咧鼓励大家士气吼，啊继续为民主自由吼，啊咱即、这个正名制宪国家正常化这条路吼咧拍拼。啊，即、这个疫情即、这个过程中咧吼，啊大家嘛真关心讲，啊到底制宪基金会即马咧做的工课吼，是毋继续咧进行？啊，所以今日照着吼。咱张大哥吼，他也先咱这个台湾俱乐部这个节目呢，啊，咱全国吼，全台湾的咱这民众呢，吼，啊，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讲，咱
咱咧旧年吼，啊，咱咧即个提案去予迄个中选会吼驳回了呢，咱有上诉到即个行政法院，吼、啊，行迄个庭诉诶，啊咧大概下礼拜八月二六咧，后要正式宣判。但是呢，咱无论即个宣判结果是安怎呢，吼、咱追求正名制衡，吼、即条路，吼、咱会一直坚持落去，吼、啊，咱同款呢。虽然疫情的关系吼，咱无办活动，但是呢，咱嘛咧线上咧吼，啊来成立一个台湾公民宪政学校，吼、咱照着呢，一寡即马疫情过程中咧，一寡即个现实上发生的一寡代志咧，啊，搭大家宪政有关系部分咧，吼、咱嘛照着即个课程啊，邀请真侪专家学者咧，来大家做说明。包括就是讲吼，咱疫情过程中疫苗，吼、疫苗迄买疫苗的这个乱象，吼、那么对现前的角度去看，包括小丹姚老师也大家报告吼，咱奥运，吼、咱听讲奥运来正名，但奥运正名用咱的奥会变台湾的名，其实嘛牵涉到奥会的宪章内底吼，伊规定就讲。奥会宪章是爱主权的国家呢，啊，这主权国家的名呢是爱足清楚的领土范围。所以咱若无去做这个正名制衡的工课，将咱的领土范围，吼、哦，把咱的国名处理好势，咱要用台湾落去做咱奥会的名，嘛是有困难的。所以讲种种的这目前台湾所拄到的这个困境呢，拢甲一条路通行。就是爱行正名制衡，从国家彻底啊正常化到法度来，就是。这过程是一生的志业，真正一生的志业就对啦。所以这个年岁啊吼，要搁坚持这个，真正有人唔知变哪甘心的。对啦。啊是讲话讲转来，那就在俊龙兄所讲的这个代志。安尼执政就算讲，伊即马后壁搁再杀正迄个巴黎奥运嘛，即马来变巴黎奥运啦。是巴黎奥运，嘿，三冬后的巴黎奥运公投要，伊也是咧杀公投嘛吼，希望会当正名。不用台湾嘛。安尼咱若是巴黎奥运，若是正名落去到第一位，那照拄只尊龙兄咧讲，你的领土啥物种种含糊不清啊，啥种种有诶无诶，安尼嘛是无效果咧。你若无正名制衡吼成功诶话，对。你巴黎奧運就算你已經公投通過了，台灣民眾說我要用台灣，但是你的領土什麼都沒下的時候，這樣夠好，就要制衡啊，就是要從你的領土範圍確定下來，但是這個工程夠可能在三冬內就完成，也是不可能啊，這個過程就是說，咱只要咱的這個公投過，咱的這個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大家决定一个新的宪法，吼，而这个制定到要通过的时程来讲，吼，啊，带有共识，其实就当向这个奥会遐，来做一个申请。这个迄天，阮咧迄个公民宪政校课程顶悬咧，吼，咱林嘉和老师嘛讲啊足清楚的，是，吼，就是讲奥会本身是保障选手的参选权啦。參與比賽的權利啦，所以他未讓任何政治的因素去影響到選手的參加比賽的權利。所以過去我們在那個冬奧證明的時候，很多體育界那個較通派的人說，你如果沒有影響到選手的這個參加比賽的權利，那都騙人的啦，所以說這是奧會憲章的精神啦，所以大家不用怕，咱在这边奥会过程中，哦，咱这有超过九成的人是台湾咧替咱的选手咧加油。对啊。哦，你看咱的选手，哦，你国旗升出，迄个会旗升起来时，对无？人台湾人讲，这个会旗，阮咧，这个国际迄个国家内底拢找无啊。咱的选手就讲，我是台湾人。我来自金门。所以因个国家认同是足清楚的，咱袂当予即款错乱吼，都继续落去啦。对，这是有影对啦。是讲话讲倒来，遮重要的问题，咱个政府官员敢拢毋知影，踹门毋知嘛，苏贞昌毋知嘛。快点回复，有困难。无迄个，迄个主持人，来啊，出来。可能吼，真正因毋知啦，因为我咧
讨论的过程当中哦，我嘛是咧学习嘛。嗯。嗰度几样问题，咱会当思考，就是讲哦，你咧讨论俄文，嗰咱来先看俄文的现状安怎讲嘛，吼。嗰度那像有专家咧研究讲俄文，伊是吼用地区，还是讲吼用这个迄、那个每一个所在迄个奥委会的名义哈、来申请，所以伊嘛唔是用国家，是，但是伊设定来讲，你这个所在哈，一个所在，一个国家，跟后一个奥委会，嗯，所以伊会用这个国家的名，哦、会用国家的这个规模哈、来做申请哈、所以咱看到来讲，有今年有205的奥会团体去参加东京奥运，内面192个国家，个、其他你讲像香港啊好了哈，哦，个你讲像这个科索沃，科索沃，伊嘛唔是联合国啊，一管嘛，个伊嘛参加，个个伊个国际难民队哈、所以伫这过程当中哦，第一就讲好，咱中华台北这个名称。这名称跟咱的国名嘛，唔是嘛？可以说改的时阵，敢有修宪，敢有啥？嗯，拢无啊，拢无，那就改过了嘛。嗯，所以其实你讲咱要改这名吼，甲有需要修宪啊无？我感觉是较无关系啦，较无关系啦。嗯，哦，改这个名吼，对啊，无你看嘛，中华民国这名无改嘛，中华民国宪法无改嘛。嗯，佮为虾米中华民国奥会，伊头先咱去参加比赛的时阵嘛，不叫佛摩萨。嘛，不叫台湾，可是后来在迄个1976年的时阵，要去参加蒙特罗奥运，佮迄个加拿大讲，恁那里哦，名是咪要注意一下，因为中华民国国际无承认嘛，所以恁会当用台湾来用 Formosa， 会使袂使？叫咱人退出啦。嗯、我讲，退出，佮咱退出，伊讲无啊，你无甲我尊重啊，我叫你台湾，叫你 Formosa， 奈无尊重，伊、算是上建国，所以。第一个无照顾跩运动员的权益的吼，是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府，是国民党政府吼。好，佮到伊个1980年的时阵，这问题嘛是还佫伫的嘛，嘛是爱处理嘛。佮要处理的时阵，伊怎台湾去告国际奥会啦？第讲拜托，阮要叫中华民国，为虾米你叫阮来改名？所以有咧修过。是。所以告到最后的时阵嘛，就要用迄个谈判去处理嘛。后来才协调出中华台北这个名，这是台湾的这奥林匹克运动会，去迄个，去咧去代表会，去迄个国际奥委会啊，去订。所以订了的时阵，大家叫是讲说订就已经订个。但是对国际奥会来讲，讲啊要改名嘛是会使嘛，你要叫天书来嘛，啊你要申请，佮买阮这执委会啊同意才会使嘛。个问题，你台湾有申请无？你无啊？个无的时阵，我无法度替恁处理啊！吼，无申请。个即卖就是讲，中华奥会也好，伊有要改这个名无？个伊是一个民间团体，咱袂当强迫伊改。但是啦，伊代表的地区，这个所在人名已经改啊。伊袂当讲话，我要坚持我这个名嘛，因为伊就会发，伊就会叫问嘛。你所代表的台湾这个所在是叫台湾。个为虾米你要叫中华台北？我话你爱改税嘛？所以咱即卖是讲哦，政治上的改名，这是一回事。个政治上改名了，免来去影响即个中华台北奥会。个然后再改迄个国际奥委会去申请啊，去改名，这是一个过程。当年大多阿兄咧问啦，问讲，个三年有法度做到这无？无一定啦。但是你若无头先，咱即头开始做，个你要安怎去说服？你袂当上到要开始进程，较来做。对，是啊。即马着开始爱做啊。是啊，个你国际奥委会咪问嘛，你要改名无要紧嘛，你要提出申请嘛，我才有法度处理啊。咱敢袂当讲先谈质证，即个即旁的有无吼？因即个因即个因即即个力量先结合做伙。啊！大家先拼好，伊即个做巴黎奥运的迄个假名先过，因为顶边记者你知影，伊拼迄个东京奥运，还差一输啦，差百几万票无过嘛。是啊，迄阵因为政府拢无太多嘛，政府无太多，先造成着民众对即个假名，虽然讲起来，台湾人拢习惯讲咱的选手出国叫做台湾的选手，咱无唔对，拄只咱迄个就做咱姚老师咧讲的，讲有九成人拢讲咱是台湾队。台湾的选手，啊，但是选手嘛，认为我是台湾队。对对对，啊，但是问题就是讲，咱迄个名确实伊就是甲你挂在遐，吼，对不对？是。
啊，虽然大家在认，结果伫咧即个做记证当别当时，伊咧杀迄个东京二文正名的时阵无过。啊，无过，政府主任就有理由讲，啊，就煞无过，我当然就免阁拍拼啊，就免阁去争取嘛。啊，较无爱咱民间的力量全部先结做伙，啊来先拼一项，啊这项过了来，个大家阁结做伙，阁来拼第二项安尼，你感觉感觉感觉如何？其实迄天阮有即个公民宪政学校的课程吼。啊，俊龙兄，咱先稍等下，做一遍回答吼。啊，阮先进第一段的广告，好无吼？好来，这部现场呢是咱这边的咱济贤基金会咱的副执行长建龙兄啦吼。啊，阁有呢，俊龙兄，啊，另外呢就是咱这号做咱的姚老师吼，来到咱这部现场吼。啊来，啊咱先来进一个广告，连伊再阁倒转来吼。来，感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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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北的专门智能驾驶机啦哈，啊，智能驾驶机专门的智能驾驶机，个只人咧听啦。啊，我是北宜的车队吼，啊，我大号哦，无错一个大号叫做庄武的啦。好，我正常是安尼啦哈。是。我开只片迄个高门正完车，啊，甲我的卡车夫甲我的，我食恁的药啊，食这个恁的洗肉酸的，本来是要食这。食这几下个甲做骨神经疼，你了？是是。啊，我着惨惨啊！我着听好久啊，食人食人咧见证，我无我甲买来食看卖。我再来甲买十罐，你了？好是。啊，我着开始一盖食五粒，等一工食两盖，食就变食十粒嘛。啊，开始食了，有只骨神还拢爱无反应啦。哦。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胸闷卡啦。我差不多食第四天了，开始我胸闷卡袂热起来烧开的吼，在那起泡起一粒万，但只拢有水啊。是是。啊个到拔了了，我胸闷卡又要个抹，啊了差不多连续就两三天，啊拢爱去洗嘛，家己去洗，二那个抹药啊，第三天第四天了，在那弄好起呀啦。是。啊！你后即嘛香港卡贵，即嘛已经食个久啊嘛，即嘛香港卡拢唔捌搁夹起来。未搁夹起来吼。啊！好一项就是底层嘛，拢好起啊。是是。哎，啊，拢刚才放出来，拢会放火嘛，即嘛拢袂。啊，拢足正常啊！一工变数拢一届尔，啊，一届变数一届就好起啊，你知啊？哦。未搁去放第二届啦。是。哦，啊！我刚才边仔咧请一个。甲这个坐骨神经，甲这个脚头弯，这啊，这拢听甲旧筋啦，旧筋上上啦，哦，拢会切啊，啊，就精神起来，是啊，你知影无？是是哦，还算真严重呢。啊，你嘛食到第七八过来说，拢未听，你知影无？你即嘛是咧治这个旧筋，这个部位，还是脚趾片，还是讲脚头只？拢即嘛拢其他话，你嘛叫了拢未听。好，啊，叫了拜了，乖。像你这个药开始，我感觉足神奇，就是一项啦吼。是。我阿妈讲，就甲那边迄个公鸟两粒，做黄牛差不多那个大武功吼，迄个即个一扎安尼长大扎，你扎啥大粒你了？是是。啊，我食到即嘛，迄两粒那无用，种在拢消去。拢消去。拢无去啊。啊，一项，佫较重要，就是我咱可能只司机啦，才过60岁，是毋是一年就爱去检查身体一届？照一时光对哇哈，照一波嘛，啊，照一波阵，医生看到讲，啊，杨先生，你的心脏敢那静起来，你知影无？心脏静，心脏，心脏有肿胀啊！啊，我食饭啦，那食个饭啦，食一碗饭咧，就胃啦较大，就去惊到心脏。哦，会堵着嘿。啊，就喘。嘿嘿。啊，走路我那直接行，我那差不多走差不多20步就开始就喘啦啦。嘿嘿。另外。我嘛唔知啊，讲，佮即话，那突然间我即话咧食饭，佮食啊饱，食一碗半，啊嘛袂喘。哦。下楼爬楼梯，啊嘛袂喘。是。哦，我唔知讲你这个物件，这里。感谢。我本来哦，现在药我是拢唔捌食啦。懂。嘿。唔敢买啊！我听人的见证啦。嘿。啊，所以讲，
嘿，啊无我参参，家己较清气看嘛，嘿。人讲过桥诶，不如来过过新车。熟悉的，有影有影吼。啊，啊，就我这边。杨先生。参参一个来买十罐啊，你著送一个过来对无？是是。啊，我十三罐，十罐送三罐，我这个第七罐的时候，是。安尼，即个拢袂喘啊！哦，安尼算讲，杨先生，我讲你听吼，你即摆我听你讲开吼，你就是差不多真侪遐一寡吼早前吼，安尼甲你困了真侪镜头，即摆拢改善啦啦吼。安尼你，拢伊个香港开始摆到，伊个拢摆摆出来。我知，嘿。啊，厨房拢全水啊！啊，你，杨先生，你徛对搭？我住台北市。哦，台北市。台北市吼，吼台北市吼，台北市城乡吼，好，嘿，也在时间的关系吼，时间的关系，咱嘿，感谢感谢，阿玲刚刚来，哪个要跟补充啥，咱再过来跟你访问。非常的感谢吼，阿咱这个温江大哥杨先生吼，阿伊真热心吼，伊要做见证，佮将伊的头路、将伊的职业安尼一五一十讲啊足清楚，吼讲啊足清楚。当然，咱伫见证大，咱拄只吼所听到吼，伊早前的镜头做侪，敢那听到吼，咱虽然无安尼，但是敢那听到啊，咱就替伊艰苦，什么高梦遐啦，啊心中惊大啦吼，啊包括伊脚头乌啦吼，啊包括香港卡吼，啊包括吊金，即若去带着这镜头吼，无一个人会轻松啊！你敢那讲去这个上界单纯呢？这个香港卡安尼底下吼，那摇，你上咧摇咧白，吼摇到拢破皮，啊老血珠啊足忝。连鞋啊鞋啊拢无在地人穿，但是慢慢，伊使用咱圣山许多山，一棍头就敢看十罐，一棍头就敢看十罐，啊慢慢吼，安尼使用咧到底，差不多会当讲全部拢甲改善甲正舒适，欢喜甲，伊就要甲咱做见证啦吼。安尼，咱实在吼啊，真感谢这个啊温江大哥吼杨先生啦吼。啊，咱这一全国免付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咱甲。甲抄起来，甲记起来吼。有需要朋友，咱拢会当个卡里边做购买啦吼。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好来感谢哈，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啊，咱今仔日节目呢，咱两位贵宾哈，这是济贤基金会呢，咱姚明昌姚老师姚教授啊，以及咱济贤基金会副执行长吼，咱张俊良啦吼，咱张副执行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来俊良兄，头拄啊咧讲的迄个是毋是会当含质证？这边者，大家先甲做伙先完成一件，啊来，咱搁再来继续，大家做伙集中迄个力量，搁来完成一件。安尼敢会较好，因为咱台湾真正有想要主张、想要做啥的人上足济嘛。你像阿星啊，想要推行着迄个废毒一夫一妻制嘛，对不对？啊，无啦，讲算笑啦吼。吼，啊，比阿张大哥咧，去了伊要推动这个全民高龄呼救的迄种叫做运动嘛吼。啊，后日安尼要推杀着全民的，大家来种花啊，平安布地嘛吼，对不对吼？啊，大家来讲积极做伙，咱看倒只，咱大家先。啊，大家力量甲就是用我做伙，大家来先吼，看要安怎做。啊，即摆看看就是讲，咱若东京奥运正名，若准真正通过，公道有通过，政府会安怎做？若通过的话啦，若准有过，嘿，譬如讲，要叫公道来啊，叫公道来啊，政府爱安怎做？政府就爱，伊阁袂当去要求着中华奥会啊，对毋对？迄个讲着做民间组织啊。伊也袂使去要求伊讲，你即马甲我申请下，但变政府家己去申请。这煞变计政的代志啊！所以我这唔是计政的代志。这应该是政府的代志。你啊，我知影，我即马是咧讲笑啦。是。哎，计政，你要法律要处理这个嘛？哦，对不对？这人爱看伊啊。我意思就是讲，咱是毋是对一项比较手熟面较简化的物件先做，啊做起来了。即马来正名正现，大家倾全力，全部拢来拼正名正现，安尼。正名正现有成了，对啦，嗯，希望可改。对，这无唔对，无唔对。咱来成为一个真正台湾的国家吼，啊，这咱家己会兴发就对啦，什么代志拢会当改啊。是，什么代拢会当改啊。来，尊重一下。我迄个张大哥吼，阿星啊，带咱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吼。就讲其实吼，咱即个对冬奥正名开始吼。其实咱就是拢一直咧拍拼，是，吼，啊，包括就是讲，咱的迄个正名制限运动吼，咧顶一回连续的过程中吼，咱迄个记证记者吼，伊嘛足全力咧帮忙，有哪来斗啥？哦，啊，随上，咱的这个正名制限搭，迄个奥运的正名吼，其实是无冲突的，其实无冲突的。对来讲，咱正名制限运动吼，伊本来就长期的累积性，啊，是，哦，咧正名制限。运动这个过程中，公道推动过程中嘞，嘛会当深化到咱奥运正名的这个部分啦。啊，所以讲实际上嘞，这两个公道案嘞，会当做伙来推杀，做伙来，做伙来推杀嘞。啊，谈论嘞重点在款会当小可无同款，针对的对象，哦，但迄赞助会小可无同款，但是嘞，大家目的拢是要。从台湾作为咱的名嘛，好、哦、对，好、哦、啊，这来讲，诶、都较运动是没有互相排斥，顶多、是两行做伙杀吼，一个社会动员力哦，会都较强，是，好、哦、对，做伙杀，都会杀，啊，倒来就是讲吼，拄啊，我有搭姚老师报告嘛，吼、哦，就讲、是、其实吼、哦，这个过去这个奥运的现象内底。哦，确实是像姚老师讲的啊。哦，就是讲你要改下，只要伊执委会通过就会使。但是就是因为吼，即个中国搭台湾这吼，常常咧拍官司啦。啊，拍到尾啊，即个执委会足烦的啦。所以因咧，迄个洛桑协议之后咧，因有修改因的迄个规章。哦，是。所以基本上因的原则就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而且是限定爱有清楚的。这个领土界分，哎，啊，对来讲咧，你去国际法庭去告奥会吼，拢无效啦，无效，因为他要成立一个吼奥会特别法庭，仲裁法庭，仲裁法庭啦，哦，啊，所以就讲奥会代志就奥会。自己解决啦，无啊，咱家己要共告嘛，告无落来，咱家己的宪法迄个领土都根本通甲对伊平去啊，所以家己的宪法都袂清楚。所以咧，这过程中咧，吼，主要啊，
还是要针对着咱的正面这些。来彻底解决这个。回清楚去表示咱的领土到底偌大，啊，咱到底咱是啥物名，对，啊，咱的宪法啥物种种，大家讲个清楚。啊，无咱即摆用的是一中的宪法啊，对不对？台湾这成功，这拢去改。对啦，啊，问题就是这。啊，你小的即摆无当改哦，大汉免去讲。对对对。啊，两位前辈安尼塞这段时间，咱才唔捌停过吼。郭先生，伊这当讲。毕生的志业就对了，我印象中吼，迄阵含张大哥去参加郭先生九十岁生日嘛吼，郭先生阿哥伫遐咧讲正名这，是，伫遐咧讲了对吼。你记咱去的时阵，郭先生伫房间内底同蔡文咧见面。哦，对对对对对。九十岁，阮去的时阵啊，虽然讲蔡文伫郭先生，有有有有，讲啥咱唔知，但是去也祝贺啊，对对对，三分钟也好笑，好啊咧，但到郭先生蔡文无好笑。但郭先生不讲，我要冲这个，唔就倒把酒一个，对不对？我就是差不多就为了他两个同哥咧讲啊，对不对？这会当接那亲切，会当嘿一个主情呢，对不对？哦，是不是？今仔日阿星阿咧冲啥？蔡英文不闻不问，这大家听有啦，这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哈。伊知你咧算计啊？对对对对，伊知你就是跟他出一支嘴，你要讲，但是郭先生已经付出遐大个精力，是啊是啊，刷落去钱呢？钱发开偌济落去啊！吼，伊咧办活动啊，啥拢爱钱呢？已经付出遐大个金钱甲精力的时阵，我唔相信蔡英文敢无回应伊啊！当到正事咧。有有有。我像咧这边吼，咱安尼规路行落来吼，咱随上台湾的名利吼，咧国际上吼，咧咱这边蔡英文总统执政的这将近吼五六年来吼，是愈来愈响亮。哦，对啊对啊，台湾的愈来愈侪人叫。哦，愈来愈侪人叫，啊，愈来愈侪人看会到台湾人。会打拼啦，啊，所以讲，有可能暗中咧。咱对正面来看，就是讲，迄个蔡英文总统吼，咱这民进党政府是足打拼这个部分。是，啊，但是就是讲呢，咱嘛是期待，就是讲，会当互民间吼，放手互民间去推杀。民间来推杀。吼，民间来推杀，因为就日本的经验啦，吼，日本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吼，啊，美国人嘛一直无要互美。日本恢复国家地位啊，吼！但是伊迄时阵咧，日本首相啊，带伊个日本的政治精英啊，伊表面上应付美国嘛，但是伊私底下呢，因是咧支持日本的共产党，吼，落去做社会运动，做社会问题，啊，因要求就讲日本爱重新恢复国家地位嘛，啊，美国咧迄个形势之下，伫个国际形势的过程中。伊才答应日本恢复国家地位啊！日本嘛是到暂时还佫有些个声音吼，要制造一部真正日本人家己的宪法。是啊，因为伊的宪法是二次大战了美国人家做的。啊，所以你看吼，啊，尾后日本都利用，吼，即个美国搭苏联，迄阵的国际形势，冷战的过程中，日本嘛输得也去搭苏联谈判。即个姚老师吼，是。我一个问题吼，要来请教你，等下吼，咱节目吼，第二阶段，你下来甲咱做一个解说啊，来吼，就是讲这个这段疫情时间真长嘛，啊，真长的中间，咱这人民这路还处理哩，也袂当开更加动手啦吼，安尼啦对啦，啊，你是安去准备迄个台湾国民这行学校，啊，并我开办一个线上的这个，线上的，诶，迄个这行的这工作，吼。我即安尼利用安尼落去到地吼，啊效果是做到啥？我刷了，再甲大家报告。这段时间你拢袂当，咱拢无当出下手嘛。是是。也袂当见面，也袂当啥，种也袂当人相接接做伙啦。是。啊，你安那去处理啊？是是。再来甲报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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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尼稍等下，咱就请咱的这个姚教授吼，啊，针对着疫情的期间啊，咧筹备的台湾公民宪政学校吼。啊，开办到这个叫做线上的公民宪政讲座吼，等下姚老师会来甲咱做一个说明吼，啊，安那来办这下代志，啊，无这疫情来讲，像张大哥讲的，人甲人之间也袂使连结啦，对不对？哈，五个六个都袂当做伙啊，有有有有有，吼，啊，所以这因安那来做安尼就对吼，来，啊，咱先来进一个广告，两面再搁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啊，即马广告时间来介绍咱的产品咯、哦。咱的产品有许多山，这二十外档啊。
哦，这历史啊，真真长啊，就对了哈。安尼哈，啊，像啊啊姚林尊连坤，安尼做这台湾人俱乐部，就是头一位，就是这个石头山的对。啊，深深受着咱乡亲石头的这喜爱啊，啊，所以阵啊，这食个够壮实就对了哈。啊，免去讲啊，听众朋友，一个健康食品哦，会当食，会当卖个壮实，大家乡亲石头，还过来一届五罐、十罐的可能卖哈，真少啊。市面上正少看到这个就对了，所以这原来就是这个物件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忙，啊有帮忙以外就对了吼，佫无副作用。你唔是有帮忙有副作用，安尼无好呢？这个病食无好，这别种病佫看佫形成就对。绝对爱有帮忙，无副作用，爱清气，袂使污染，产品袂使污染就对。塑化剂啦，农药啦，吼啊，或甚物甚甚甚污染的物件。安全、安心个食，身体健康，这个石头山无简单的物件吼，非常感谢啦吼、哦。啊，除了石头山以外，当然咱个有两个所，还个有金立明吼，也个人美发这有集团啦吼、哦，啊，有三四样产品来互人购买。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吼，咱正一产品就对啦，两个所吼，两个所相信，这是咱信任公司为一味对骨头保养的物件。叫做软骨素对吼，要然伫软骨素这个产品内底这内容吼，甲咱介绍啊非常清楚吼。然后如果放伫要然啊这个节目诶，这个广告大，尽管咱甲听好详细吼。软骨素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信任公司吼啊，将就这个金立明吼，搁甲提升到迄个处方啊，迄个质与我关系，这经过两关。诶，这个制作过程中间，靠我同做到安尼，所以咱平平钱要开要吃，咱来吃，互咱迄个爬数较悬呢。这经过美白这一团的研发出来了，对，叫做金立明的第二代吼，过目睭吼，喜乐通，就是咱信山公司吼啊，对这个美白这一团的对啦吼，伊个吃落去了吼，对这个肠啊病，这个拉萨的杂质就对啦吼，咱透袂离的所在对，伊这乳酸菌入去了，就这样吃吃的了。通咱的大便做放我出来，或者等下清气上，哦，这个是足重要一点了，对吼。我合作喜乐通吼，这个我不要喜乐清了，对。这是一种这个保养品，血液咱血咧流的中间就对了，规身躯安尼咧流通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未使有杂质，血内底未使有出问题了，对。但过阵啊，血油开始伫咧热，你唔知。你都要检验才会知，啊，都要食西药去降压、降脂大。平常时咱若五宝血清伫咧食过程中间就对了，伊开始伫咧开始要落要靠，伊会将中甲化解掉了，对，互你流通会顺速了，对。这是五宝血清最大对血液最大功劳了，对吼。啊，若有任何不了解，你等拍电话过来吼，保顺健，咱男士朋友需要产品，你问若有吼，放了甲你知影。打电话过来，放尿，打电话过来，甲咱买保顺剂等于服用吼。血红素，这个血红素吼，就是咱这个血不足，简单讲叫做贫血。啊，这贫血吼，听众朋友有真济这个症状，伫这贫血里内底产生的。但是你唔知吼，你当作是感冒啊，当作是咧人咧无爽快，心脏唔知道有问题无，呛个呛，暗时啊歹困，翻来覆去，安尼。种种的问题，啊，惊热、惊寒，啊，脚尾、手尾拎起机了掉，啊，头晕嘛暗了掉，这拢是贫血产生的部分。所以，像许多，那是真正贫血产生这症状，你吃血红素都正确的了掉。在日本、韩国，有一年销售5000万粒，台湾多干咱咧做两年。所以像这大，这是真好的产品哦，吃袂到哟，吼，别位吃袂到了，对个。咱信任公司靠有血红素哩吃尔吼，感谢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给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好嘞，感谢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呢，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3点到5点以外，下在时啊，咱8点到10点有缘现场来为咱做报送啦，哈。也下在时啊呢，咱8点到10点的时段呢，哈、啊，同款有着张天君、姚林一个小弟阿星，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诚恳的服务介绍，哈。啊，咱伫咧北部呢，即、這个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得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96.9。
宜蘭之聲 FM 九零點七，桃園大港觀世台 AM 一零六二千赫，彰化關懷之聲 FM 九一點一，大台南南都廣播電台 FM 八九點一，高雄金台灣廣播電台 FM 八八點九。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八九点三，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八九点五，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九二点三，高雄快乐电台 FM 九七点五，以及澎湖风声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三。以上咱这电台呢，啊，拢来咱做着这个现场的播送哈。这时段是下在时爱八点到十点。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咱电话拢欢迎甲敲来做一个详细的询问哈。好，来感谢啊！今仔来到咱节目现场呢，这是咱济贤基金会呢，咱姚明昌姚老师啦哈，啊，以及济贤基金会咱的副执行长张俊良哈，张俊良张咱副执行长来到咱节目现场，跟咱大家来开讲到咱郭老先生毕生的志业啊，就是这个叫做济贤正名运动哈。啊，咱这个叫做即马时间的关系，咱就先来听歌。稍等的联播国电台刚相插播了后，两面再个倒转来哈，来感谢。
种委屈的心收藏在枕头边。别人若笑你痴，你讲辛苦你孝顺，我的泪甘心痛已经袂醒。好嘞，感谢阿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民会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钱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免客气，电话甲敲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啊，一个整产品的部分呢，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吼，好，咱来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哈。节目有着张天君以及姚林啊，甲小弟阿星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诚恳的服务介绍。稍等下，咱下阶段继续进行节目，有关同款制衡基金会咱的姚明昌姚老师啦吼，姚教授啊，以及呢咱的制衡基金会副执行长呢，咱张俊良吼啊，拢会做啊，来甲咱现场继续来甲咱开讲着这个郭先生伊毕生的志业吼，这个公道正名制衡吼，这个看啥物时阵会当来完成。当然啦，这路咧行是真长安尼吼。来先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随个倒转来。三鼎波咱就为黄先生所点播哈，好来这首歌曲《政治》就是安尼算，来共同欣赏。是什么？下课花在卖什么？当年那日马来马去，如今变成一出戏。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乎伊安尼算。下课花是什么？下课花在卖什么？当年那日马来马去，如今变成一出戏。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乎伊安尼算啊？来哦，您敢嘛阁会记哩？一箍阿像赵孟成送一个，一旦啊出代志，这就真大条咯。当时民进党的立委，大家就伫咧立法院主席台头前大声喊着：“一克化卖台啊！”对中国来签着一克化，台湾的主权就会先被牺牲掉。一克化是三阶段的卖台骗术，恁敢还阁会记哩？台湾甲中国签一克化，问题就是失业、失业、失业啦！我拢会记哩哦。一克化是啥物？今嘛啥人有记得？买台啊，到已经签了，台湾也搁剩几年。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乎伊安尼算。下课啊是啥物？今嘛啥人有记得？买台啊，到已经签了，台湾也搁剩几年。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乎伊安尼算啊？来哦，
再来唤醒一下大家的记忆，签一个话这种无平等的条约，这是为一中的市场咧铺路。一个话只敢有少数的财团得利，多数的传统商啊，全部拢总会受到伤害。一个话就是将台湾的命脉锁入中国的口岸，这是香港化的开始。一个话一旦签落去，十年来台湾所有的产业拢爱对中国开放九成以上。到时阵问题将会无法度收拾，这拢是政治啊讲的，你敢搁会记哩？十六到底是啥物？无人敢讲真怪奇，要代协议哪无终止？当初大家是骂啥物？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乎伊安尼算，十六到底是啥物？无人敢讲真怪奇，要代协议哪无终止？当初大家是骂啥物？政治就是安尼算啊，政治啊就是安尼算。问题是你敢买？放乎伊安尼算啊！这不过是当时咱翻一克话所念千万句当中的几句，但是念啊多，你有听到一克话是会使终止的无啊？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资深主任吴新平。那我在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呢，是推动公民电厂。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主妇联盟呢关心能源这件事情是大概从30年前车诺比尔事件开始的。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前辈站在街头喊出一句，我想很多人都还认识的一句话，叫做要孩子不要核子。这句话的背后表达出来了，身为妈妈，许多的妈妈都希望能够为小孩子创造更多干净多元的能源的选择。那到了这几年呢，我们就开始推动公民电厂的倡议。什么是公民电厂的倡议呢？很简单，其实就是你跟我这样子的一般人都可以参与能源转型，或者我再讲白话一点，就是你跟我这样子的一般人都可以当发电厂的厂长。这就要提到再生能源跟核能的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一般的集中型的这种大型的电厂，好像是核能、燃煤，他们的造价大概都是几亿几亿这样子起跳的。可是再生能源的发电厂呢，如果是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可能才几十万、一百万左右。好，那我们就可以找我们的厝边隔壁，每一个人出一点点的钱，好，一起投资。那发电之后的收益呢，我们可以考虑留在社区里头，一起去推动社区里头的一些公益。比如说很多社区现在在做的老人共餐，那或者像我们基金会自己在推动的是在做能源教育。那我想公民电厂它其实很适合每一个社区去发展，而且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社区使用的能源，比如说是风力，那有的社区可能使用的是太阳能。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公民电厂来让大家认识说能源转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燃料的转换而已，并不是只有把煤把核能换成再生能源而已。我知道很多人都看到这几年再生能源大规模的这样子的开发发展破坏了土地，可是其实公民电厂这样子的模式反而是可以让农地跟再生能源是共好的。这样子的案例其实我们在日本也有看到，日本在福岛核灾之后，那像千叶这样子的地方反而是利用在农地上面架设太阳能板，但是当然这个架设的方式是经过当地的农民一起去讨论，所以把阳光先留给地上的作物，也就是说让当地的农民可以回乡来耕作的时候，他可以有两份收入，第一个是农作物一样可以生长，因为太阳能板不会把所有的光挡住，第二个他有另一份收入是来自于太阳能。
像这样子的模式，像公民电厂这样子的模式，其实就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而且只有再生能源它有利于大家参与。也许有些朋友您是支持核能或支持燃煤的，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一下，再生能源它有很低的门槛，可能100万几十万，然后找出 Big Gap 就可以大家一起分担。可是煤跟核能一样，它可能造价都是几亿起跳，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参与的。所以在今年八月份的公投，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真正的绿能，支持真正的能源转型，对核四重启投下不同一票。谢谢。0800-0500-6688吼，这支是咱吼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今仔日吼来到咱节目现场吼，这是咱啊这个高宽敏吼这项基金会副执行长吼张俊良先生，包括吼姚明昌老师啦吼。啊，咱拄只伫啊顶一个阶段吼，啊咱张大哥包括阿星吼有来访问因两。因两名吼啊，针对着最近的这个代志、运动、工课吼，安尼讲啊真清楚。啊，拄则张大哥有来请教着吼，咱啊这个张俊良先生啊，副执行长，也个有吼，咱这个姚明昌老师吼，讲这段疫情期间差不多吼，全台湾真侪行业就对啊啦吼，拢话停摆，袂顶袂动啦吼。但是咱有看到吼啊，因啊个同款吼，为着最近吼来咧走动吼，包括吼啊这个开学校啦吼。啊，种种的运动工课吼，咱是不是当针对着拄啊张大哥所来提问的安尼来做一个回答吼？好，多谢姚林。迄、那个嘛伫线上吼，甲咱的在乡亲时代，咱的听众朋友报告吼。其实咱要参与运动，不管是冬奥证明啊，后来伊讲吼证明这些也好吼，知识力一定爱跟运动力结合吼，个你学者一定要跟我们的公民结合，你才有成功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学校停课，但是我们说不停学，跟我们在做公民运动也是一样嘛。所以那个台湾最近基金会那时候就在思考，就是我们在基层要做这个组织，跟我们在中央，我们有很多学者在做论述，跟如何在这个这個、疫情当中吼，会当吼卖天困，会当继续啊进步。各位在想话讲，像阮做老师的，阮透过网络教学，各位嘛一节课一节课在上，各位咱买当啊，伫这个线上吼，各咱啊用这个学校的名义吼来讨论啊公民宪政的议题。所以有这个发想了吼，阮就结合真侪学者吼。个大家拢有兴趣，个我嘛是咧想讲，个咱咧讨论宪政的议题吼，个到底咱就要用啥种的方式啊来讨论？过去的像我先拜请外老师李鸿熙老师哦，哦因跩讨论啊，内阁制啊好啊，总统制啊好啦，俄罗斯制啊好啦吼，因真侪拢是用学历吼，用比较宪法，但是即马咱诶这個时代哦，大家吼较爱听故事，个嘛爱。较希望讲吼，你这宪政的学历会当甲吼咱核心上的问题啊，会当结合袂。所以，阮就透过这個时代的需要，阮就咧想讲好，咱甲这个宪政的这底线哦，会当较扩大。所以，阮成立这個公民宪政学校，阮唔是干那讲宪政，阮讲每一个议题，你讲啊，奥运啊好啦吼，讲疫苗啊好啦，讲到国际政治啊好，但是吼，最后咱一定面对一个实际问题，做一个台湾人，你看这问题看了，你要怎做选择，要怎做决定，可是要有法度启动咱啊，进一步的行动嘛。所以，阮特别咧讨论的时阵，阮拢会结问题啊，和咱的跩听众哦，咱的跩学生哦，佮其实。那咱的线上的跩听众朋友，你也要知讲哦，这学校咧创啥，上简单。你就上脸书啊，佮、去迄个搜寻迄个所在，你就用中文拍"台湾公民宪政学校"。
个内面你一拍落，看到哎，这礼拜吼、哦、拜六哦，咱有请这个近代刘长正教授要讨论塔利班。哦，伊即问题，哦，个即阿富汗的情势，个、哦、对咱台湾人的迄、那个道德是啥哈？个、哦、像我嘛，即礼拜我特别讨论一个议题，就讲、是、大家拢咧看斯卡罗嘛，个、斯卡罗咱看即个局，个再讲台湾阿北发生的代志了哈，个等下真侪少年朋友有一个疑问嘛，就讲诶，迄阵啊吼，1867年的时阵。嗰条明明伫咱的垦丁遐有发生战乱吼，原住民甲美国人啊发生冲突，佮为虾米中国的官员讲啊歹势，这毋是阮的代志，哦，因为迄个都毋是中国的所在，吼，佮甲中国无关，所以咱的一方面的思考嚟讲，其实台湾自古都毋是中国的啊，佮为虾米咱有种错乱的观念吼，感觉讲哦，这炎黄子孙啊，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的一部分，因为咱过去无正确的知识。个咱有错误的观念，个所以咱就有这无适当的行动，咱成做一个无正常的国家。所以，阮就想讲，啊，透过啊，大家少年囡仔拢咧看斯卡罗啦，个要大家拢咧读台湾历史吼，个阮嘛借这个机会啊，甲这个咱伫现场内面，要安怎甲正，较正确的知识吼。传播予咱的下一代，个这吼嘛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嘛吼，个这拢是当讨论。所以公民宪政学校，阮咧办这学校的时阵，人咧问人问讲，哎、欸，这学校是咪高宽敏先生的学校？我讲唔是啊，因的名无挂高宽敏三字嘛，咱是挂台湾人的公民宪政学校。所以冇、人咧管问讲，哎、欸，老师啊，个恁招生的对象吼、是啥？我讲你啊，主人你是台湾人，你有台湾心。甚至你唔是台湾出世的人，你要愿意了解讲吼，台湾发生的代志吼，佮你愿意啊认同台湾的价值，佮你这拢是咱的学生嘛，佮咱伫遮嘛无分老师啊，佮学生嘛，我嘛是咧学习，咱在座的跩哦，天君兄也好啦，还是讲姚林兄好，咱拢是伫即个学校内面咱做学员，哦，佮谦卑来学者公民啊的知识。我嘛甲大家报告，因为我本身咧教宪法，我嘛是咧研究啊，每一个国家安怎建国，安怎制宪吼。若无建立伫即个知识吼，你这拢空的啦。美国独立革命的时阵，伊嘛是真侪因的独立宣言啊，因的国父啊好啊，吼，因研究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啦、吼，佮都提出因的建国的策略、建国的铁学。个你英国也好，伊嘛是去研究啊，像因的迄个普通话啦，跩历史的物件哦，佮有透过知识。所以咱台湾过去拢有当时很短视近利啦，哦，我安怎讲呢？像我的学生定来讲讲老师啊，你莫讲啊多，你直接我讲题目，佮答案我讲，佮教我安怎吼回答你迄个问题就会使，听起来足紧的。问到我问伊讲。个咱学法律的人，咱拄着问题，敢讲拢是固定的问题答案，无标准答案嘛？现象嘛是嘛？个咱是学这個学历，咱去思考，个咱有法度透过辩证的方式哦，咱才有法度啊解决问题嘛？个咱这代问题，咱解决下一代问题，咱互下一代人有迄个知识啊，有迄个智慧去研究去思考。所以，阮这個学校吼。真侪时阵，阮唔是学你答案，但阮是要学你思考。尤其吼、咱敢讲啊，那像天经地义哈、比如说中华民国，这个是国民不可以改变。我问毛相个，你讲不能改变。咱那是一个民国，我名都会当改，我要叫啥什么鲑鱼，什么鲑鱼，我都会当改啊。明仔要个改叫啥物话，拢无要紧。对啊，对啊，哦。个当然你改名了，你来讲互听嘛。个人要承认，人要甲你叫，遐你才有尊崇嘛。哦，个有当时你要叫啥名，人无甲你承认，你嘛无意思嘛。哦，所以咱是用知识个讲互大家听哦，个生活上的物件哈，个透过做网络哈，个即摆网络上简单哈、因为像你，阮逐礼拜。拜六下晡，阮上课，你会当立即同步来上这课。佮你也讲啊，伊讲时间袂拄好啦，伊讲哦，伊讲有代志咧做哈，无要紧，因为阮有录音，佮阮嘛有录影哈，佮你会当事后哈，去补课哈。对，佮阮即摆因为有脸书，所以你阮嘛是大家若问题咧结起来嘛，伊讲你有想要讨论啥问题哈，佮阮这学校阮有真强的这个。
学术界即个联系哈，阮有线路，阁阮也邀请老师啊，阁大家来伫即线上啊来讲课哈。阁这是即马疫情，阁我另外我有咧想来，就讲疫情衰的时阵哈，阁可能咱有实体的课程，阁大家你讲一礼拜哦，一个月小度一届哈，见一下面哈，阁咱有迄个实际面对面的迄个分享啊，好哈。个大家要有见面哦，才亲呐，哦，个见面了，咱就都进一步去发想啊，未来要做啥哈，个就简单啊，甲大家报告啊。咩啦，这见面较亲，咩啊，较亲咩啊？你个，我从伫网络个看姚老师，同你见面，同你讲话就无感受，就无共啊。对啊，对。哦，到见面之后，姚老师足亲切嘞啊，啊就俊荣，免去讲啊，哈哈哈。哦，啊无见面，你看嘛，俊荣那俊荣嘞，敢知你名，但是无讲着话。袂当博感情啊！对。所以学生也是同款啊。是。感谢啦，哎呦，哎有哪？尽量要补充者无？未来咱的一寡计划，咱的活动。好。啊，事实上来讲哦，咱咧，我拄啊嘛，呾张大哥咧讲嘛，吼，就是讲，咱规个推撒制限运动，吼，为啥咱叫运动咧？对，咱认为讲哦，过去台啊，讲到宪法哦，拢感觉足严肃个啦。哦，啊，这袂使扣，迄袂使讲啦，啊，这袂使改，迄嘛袂使改啊。但是呢，咱台湾的国家发展吼，确实拢拄着足侪困难，所以阮希望会当透过这项运动的推上咧，将大家迄个心内迄个禁忌啦，吼、啊拍破，吼、啊从台湾的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咧，所有问题拢会当提起来台面上谈论，吼、就像美国人同款啦，美国总统选举也发生纠纷的时阵。伊毋是去投票，伊是学术界、政治界、媒体界，大家面对着发生的问题呢，充分的讨论。个宪法编出来看。好、啊，个宪法提出来看，啊，过去宪政的这发生的代志提出来检讨。对，系啊。无，无可能。咱就要讲，即马是咱家己只有法度，你若要同人家讲无法度。啊，即咱就是透过这运动，将迄个禁忌来打破。对。哦，禁忌也拍破，啊，有啥物袂使讲的？哦，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遐尼艰，遐尼艰困对无？哈，啊，国民党遐尼傲慢，咱嘛是因为将足侪问题咧台面上来谈，对，啊，变成形成着全民的共识，好，变成街头巷议的时阵，是，其实迄度有法度形成一个共识，是，啊，所以咱咧推上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就像姚老师讲的，咱希望。郭先生呢，希望透过台湾公民宪政学校的设立呢，吼、哦，会当将这个咱的一个公民意识呢，吼、哦，啊配合咱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呢，吼、哦，来将这个民主化、民主意识呢，啊，变成是咱每一个人的一个生活态度啦。对，生活态度啊，嘛，和这个宪政的这个知识呢。透过运动的过程中，让大家感受到讲，哦，原来宪法跟咱离得这么近，大家拢应该来关心，好、哦、啊，所以这是咱这个台湾宪政学校呢，咱成立的哈，上大的目的是咧这，是，所以伫迄个西洋因咧讲啦，讲真正的宪法哦，唔是写伫宪法书迄本的物件，伊写伫每一个人的心中，哦，个咱拄着问题的时阵，咱会去看哦，宪法咱个规定。个你啊，宪法无清楚的时阵，咱透过啊，宪法教人啊，公民之间啊讨论，个巩固公民宪政的精神，个去面对问题。但拄啊，俊荣兄咧讲嘛，你美国像即个迄个川普加即个拜登的选举，伊嘛差一摆票开袂出来啊，个大家嘛惊嘛，种还会政变啊，袂啦，尤其川普迄、那个。较硬一个态度吼，但是因透过因的智慧，佮因的选举人制度啊，虽然这选举人制度大家拢讲啊，这都无好，佮无好，但是你宪法规定，佮过去有迄个经验哦，大家遵守。所以对我来讲哦，每一个时代一定拢有宪政问题，这宪政可能是难题啦，这可能几个代拢无法度解决吼。但是人民袂当放弃去追求答案的这个。权利甲义务哦，所以我咧讲公民的时阵，公民唔是讲啊，我干呐要享受权利啊，迄是刁民啦。等于讲我做一个公民，我知讲我对这個社会我的责任，我对这個国家我的态度是安怎吼？个咱大人就是爱有些安尼堂堂正正的一个公民的受用的时阵吼，虽然咱国家税，
但是人袂看咱无，即阵咱像咱去看立陶宛啦、啊，好啦，看像斯洛伐克，因种国家拢足水啊。但是咱感觉讲，因是真高尚、真有啊气质、佮真有修养一个国家吼、哦。所以我顶礼拜咧中华吼，等咱中华即个地方个干部咧交流意见个时阵吼，我就鼓励咱个干部讲吼，哎、大家唔好将这现吼感觉是足严肃一个禁忌个议题，毋是？咱爱将这个制宪运动嘞，当作是一个喜事啦，吼、嗯哦，当作一个喜事。啊，咱要将咱新的国家的意向吼，啊，新的国家的蓝图，吼、哦，啊，透过大家讨论吼，要遐落实落来啊、嗯。啊，这是喜事啊，还是禁忌、嗯？所以大家共同吼，以欢喜的心情，吼、哦，就参照咱九零年代民主化的时阵，吼、哦，咱推动国家这个国会全民改选。推动迄个总统直选、嗯，大家是欢喜的心情，迎接一个台湾新的未来啊！吼、嗯哦，啊，都对即个少年仔来讲咧，咱即马三十岁以下的吼，拢、哦、是咧民主转型以后出世的，因、嗯、是更加有迄个资格甲能力吼，来参与到新宪法的制定，是，吼、哦，来规划因未来五十年、一百年。哦，因个国家会拿到。即少年较有期待哦，吓。系啊，我当年少年有期待嘛，吼。像我咧甲人计较吼，我就讲哦，即部宪法安怎读安怎时阵，我会记学生啊，伊就讲老师，恁讲是恁个宪法啦。嗯。因为阮毋捌参与过嘛，阮也毋捌投过票吼，阮嘛毋知即部宪法恁迄阵是安怎讨论，佮为虾米朱立伦来讲这个叫九二，迄个江启臣讲这吼说九二共识的宪法，宪法九二。我讲，个宪法九二伊咧讲个啊，但是恁即代人无需要。国民党决定个，咱台湾同步嘛，根本都无。是啊。无啊。系啊。哦，个学生伊唔在咧讲讲，老师照讲，阮即代个人，阮应该有权利来对宪法来表示阮个态度。这好啊。我讲这是上。这少年人安尼好啊。上基本啊。好，真好。哦，个所以，咱若无予伊去有这机会个时阵、嗯，咱等于讲，哪像以前国民党咧束缚咱，咱话咱咧束缚咱下一代个跩青年人。所以你即马安尼走吼，我感觉对台湾咧下一代只少年个吼，我感觉有希望咧。是啊，所以因咧讨讲，阮要有选举权，阮要有迄个公民参与个权利个时阵，伊就是咧争取讲，即部宪法要有我个声音，嗯、我会当来做决定。嗯，我才会听即部宪法，我才会为即部宪法去、去修正嘛。是啊。哦，这就上基本的。嗯。所以有人国民党个朋友讲啊，你啊台湾甲人安尼修正的时阵，偌济台湾人要保护啊台湾。嗯。咱会问讲，即个台湾敢会值得咱保护？怎即个毋是咱个国家，毋是咱有法度决定我保护伊要创个？嗯。但是这是我的国家，伊、的制度是我定的时阵、你要破坏，你来先问我嘛、所以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度、哦、是建立在这国家是公民决定的，你要求公民来对伊决定的物件忠实，这叫合理嘛。是，要说你怎嘛呢吼？因为疫情的问题吼，啊，你接触到一挂这学生也好啦，是讲要来研究这个宪法的问题也好啦吼。对你感觉有希望无？我感觉足有希望，吼、哦！我记一个啦，我咪用斯卡罗做一个嘛，吼、斯卡罗一般的时阵，我真侪少年学生对我问讲：“老师，这斯卡罗吼讲的是咪真的？”我讲伊讲的迄个背景真的啊，哦，一八六七年的殉难的事件嘛，佮发生国际冲突嘛。所以学生我问讲：“老师，佮为什么这物件吼，那就无人甲咱？”解说真清楚，因也捌读过台湾历史，因、知有这个事件、但是唔知这个事件甲咱的宪法、甲咱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啥？我这是咱老师有义务甲学生讲。但是你若问阮这样呢，无人知这代志。我其实个对，因为无人甲咱教过，吼、哦，你叫伊讲啊，这个原住民自早的拢是咱完清政府咧管的，闹呀。所以因为咱。欠缺这个知识，咱就感觉讲哦，真侪物件咱袂晓去思考，无法度反省。所以我的学生，我甲教了有真正知识的时阵，伊去反省的时阵，伊有法度判断讲，有一寡知识哦是真的，有一寡物件是人咧甲人骗的。是哦，佮伊安尼伊就伊有反省了，伊要做家己知识的主人的时阵，伊有这个心态出来的时阵，
迄个无共啊。哦，无共吼。无共。好好，即食好食好。来来，咱即摆先来做一个广告吼，老师咱先去广告一下，再做转来吼。好，感谢，谢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落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麦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鱼油等等等等，真侪项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坏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啊，所以咱啊美麦啊，咱美麦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目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甲挖去，来甲挖去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啦、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桥多歹，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得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颅、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个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去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白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甲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浆骨浆，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亲像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若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制作骨浆骨伤，而这个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浆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人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浆。如果若无只骨浆骨浆来甲咱润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
简单讲就是吼，你打蛇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续咧去，你就磨着筋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痛疼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也佫有黏多糖、小分子、加元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也佫咱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也佫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哈，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个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段经的台中朋友，有人给咱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啦，什么种种拢给恁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着金立明的第二代了，对。除了这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佫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咧顾这肠有清气，这肠啊若无清气是袂使一个。即马这肠啊白疼哦，你佮想看偌济了，对，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用这段经的台中，喜乐通全部第一条肠啊白。清理的就对，这个是刚才咱信兰公司有这个喜乐通，这米白就团研发的就对，螯合技术，他都有人讲螯合技术就是这种物件，所以从今话，我咱等下清洁，卡袂去滴到这等下白听，这非常清楚的对吼。再来一个，咱五宝喜乐清，这个血液吼袂使回脑壳，血液来脑壳对啦，像咱一条狗啊，那同款的对，脑壳也疼。开始惊人杂质就对啦，污的物件就又开始疼，迄条狗仔就未通，未通就规臭汪汪。所以上次话，咱血管同款意思就对，人叫脱掉就对啦吼。有当时咱走袂赴啊，跌脑哩，看袂安那落，跌心脏看袂安那落，后尾个血未通，跌脚未通的哦，迄把在清经啊呢。所以上次话，这五宝喜乐清改只吼，保顺健南树冰物。钙合产品的对哈啊，帮你出问题，咱知影哈。食补肾健血氧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粒。台湾多独独电台改咱咧做咧呢，米吧接触团就关乎咱做安尼咧哈。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产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0800-0500-0500。非常感。0800-0500-0500吼，这支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非常感谢咱即摆又搁登来节目现场哦。啊，咱今仔日吼来到咱现场来宾吼，这是咱啊这个姚明昌老师，包括吼咱济贤基金会吼副执行长吼啊这个俊良先生吼，张俊良先生哦。啊，咱对这个。节目一开始吼，一直讲到即马吼，嘛讲真侪吼，啊听拄只张大哥敢那亲像有搁要来请教着吼，咱即两位来宾吼，针对着最近的这段期间吼，咱是毋是会甲咱的这个台湾人鼓舞着，讲咱是毋是会当斗三工出啥物力？啊无咱来看看，你若像即款情形，那咱吼民间诚热啦吼，啊政府点点吼，无要出卡手，无咱嘛毋知要变流对打去呢？啊透过着咱即位两位内行人吼，来甲咱的听众朋友做交代。来讲啊，交代讲啊，阮差不多当做啥物款个工课，爱当帮助大家吼，来要紧来做一部咱台湾真真正正新鲜货。即摆疫情个问题哦，足侪工课咯，拢我大人顺势照咱个意愿去做。疫情个问题，限制个较严格，啊，即对啦，即对啦，吼，当然是对吼。啊嘞，但是真侪问题，像头啊姚老师咧讲个是讲，你用迄落线上个课题，是。啊，将来疫情若是有轻松了，有什么计划无？是，我感觉吼，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吼，是咱的一种反省思考吼，搁重新盘点吼。尤其咱过去的策略啊，有啥是较未拄好哦，咱会当做一检讨吼。但是大方向哦是相像，就是讲台湾民主化
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面对着国家正常化这个问题。吼、你看嘛，我研究真侪国家的例啊，真侪民主改革是先为咱的乡土吼，咱的地方的政治开始咧改吼，一定会影响着整个的国家的这制度。所以我就想讲，迄种1980年代的时阵，吼，迄种有戒严啦，有国安法啦，有一堆的时阵，咱的真快先进吼。像五二空啊好啦吼，个迄个6·12啦，有去动火车啦，啊，个甚至阮怎，阮大学生的时阵，迄、那个叫老贼要下台吼、其实你阿边咧讲的时阵，逐条法律拢不违反过。到后来个你个废除刑法100条啦吼，个你迄个台湾的迄个直选啊好，不管是省长啊，个总统吼，咱是一步一步安尼行。所以一步一步安尼行的时阵哦，头先嘛是人甲你讲袂使啊，个法律安尼规定啊，吼、个国家的制度唔是你人民看要安怎改就安怎改。但咱一步一步做的时阵，公民力量把它展现出来的时阵，你政府也好，政治人物也好，伊来去思考，因为吼、你无法度去对抗民意啦，吼、所以我感觉讲下一步要安怎吼，公民要有知识。但是你袂当干那有知识无行动，所以我咪期待讲哦，像公民投票的迄种连署也好，这是一种力量的展现，意志的展现。行动是尾啊上大的这个解决了，解决方法啦。跟另外的，另外有人讲，佮如果公民投票袂当的，安尼咱来当做啥？宪法保障人民有千万的权利嘛，所以咱。一百个去千万，一千个去千万，一万个去千万的时阵，迄、个千万数的连数，迄种公民力量嘛，佮无共嘛，佮你政治人物，你即个千万数你要收无？哦，佮你袂收，你有理由啊无？佮你袂收嘛，无要紧嘛。出这名义，伊就有压力啊。对，我去找要收的人嘛，所以人民爱有正确的决定，正确的认识，佮然后有迄个坚决的行动吼。这是真重要，所以拄啊将军，迄、个天君兄咧甲咱讲，就讲，哎，个行动要安怎？其实这是我嘛是问咱线上的跩咱的迄个听众朋友嘛，你的决定是啥物？个你也讲啊，听阿雅老师讲啦，俊荣兄讲啦，吼，个迄个天君兄讲，我拢听真介意，个听了煞，哎，无意思嘛，哎，无意思嘛。所以一定是行动真重要，行动还有一个人出来更新出来带头，对，像你咱这样去经过，过去就是安尼，行动真正行动就做出来啊，一百条迄就行动嘛，对，哦，迄阵一百条，我拢有参与，200条，我拢有参与着，对，啊，其实吼，其实咱免等到讲需要行动啦，吼，咱即马就会当行动啦，就是讲吼，大家。加入吼，咱迄个公民宪政学校的即个脸书吼，啊，咱只要有即个脸书有消息呢，大家拢啊分享，拢啊借着大家力量呢，将咱咧即个公民宪政学校所传播的即个宪政的即个制宪啊，呾宪政的知识呢，透过大家分享，吼、连接，啊，将咱的即个公民宪政的即个基础教育呢，大家。透过大家力量来啊，深耕落去，吼、啊，这就是咧准备着咱要采取吼、公民行动的时阵，咱所累积的这个社会啦，吼、大家即马加入啊，愈啊咱分享，咱都连接的人就愈侪，咱后壁要行动的时阵，就都较侪人会通足清楚的，啊，有迄个决心，带咱做伙行出来，表达咱。要制限，要国家正常化，这个强烈的意愿，安尼。啊，那安尼尾啊，这部嘛就爱去连署安尼。我个连署一定爱嘛。连署一定爱。吼、哦，连署一定爱嘛。所以我也感觉讲吼，像制限基金会也好啊，吼，伊未来一定会，伊嘛有这种自我的承担啦。就讲，比如讲，伊对咱的宪政，伊有一寡看法。那有说帖出来，个咱一定去甲大家介绍嘛。个这说帖出来了，一定邀请大家讲，个你有愿意参与，个愿意改变啊无吼？个你签一个名。所以我定咧想，你像我嘛，不甲俊荣兄咧讲啊，英国伫一
1807年的时阵哦，迄阵因对国家来讲，因迄个贩卖奴隶吼，迄是真大诶资源嘛，所以因少数人讲，贩卖奴隶这唔对啊，哦，这违反这人道嘛，跟着开始出来讲嘛。出来讲的时阵，人民感觉讲有影啊，吼，佮有影一个一个讲的时阵，当因吼向国会请愿，唔知几届啊啦，但最后因提出吼200,000份的即个请愿书，就200,000人签名的时阵吼，国会无法度，国会一定要回应啊。嗯，对对。所以国王嘛讲，哦，你若有200,000人愿意家己的名写伫即个请愿书哦，即咱袂当。去轻看这个人民的意志嘛，所以伊嘛透过制度也好吼，甲这个贩卖奴隶啊废除，更是动用国家资源，动用舰队哦，搁伫个海上咧掠讲有人咧走私啦、贩卖这奴隶船啊，无因用超30-40年咧做这样代志，所以对英国人来讲，因即马足骄傲啊，讲废奴阮是行伫头前哦，但是因。开偌侪时间，用偌侪资源，嗰阵是若无头先迄块人去鼓吹，有心的人，有心的人，爱有心的人，对，个块人伊是争取20年，才有这结果。小官过一天，对对，有心的人，对。所以我感觉讲哦，咱爱问家己，咱做这样代志哦，是唔对啦？对啦。哦，个先那唔对的代志，当然唔通做嘛。对啦。个但是若对正确的工课时阵，咱做都有人会对。个一个一个做，个成功无一定伫咱嘛，是是但是咱知讲这物件哦，做落一定会看到成功的机会。所以尾个嘛是得爱人数啦，对啦，人数要找只政治人物啦，对啦，你买无啦，对啊，你要讲大家手无啦，个你政治人物伊会面对一个选择嘛，嗯，我有要接受，对啊，人来我只人数也无，伊嘛爱做决定嘛，对啦，人数即个就然后到最后要做一定爱。必定爱成功啦，是啊，莫够无够啊，无够就浪费啦。阮即摆头一届，阮就是伊，阮即摆就是后续，阮开始宣布行动的时阵，定性人数的时阵，就是10,000份、20,000份起跳。嗯，啊，千万书呢？阵来讲，咱千万书会当透过大家拍拼，咱有100,000份的千万书。我相信啦，咱社会啦、咱地势啦结合啊，绝对会当撼动政治啦的主动。嘿，所以讲我要当遮要拜托大家，就是讲吼，啊，咱即马会当做的，就是来协助传播咱的知识啦，嗯嗯，吼，啊来拓展咱的社会啦，嗯，后续咱这样基金会，吼，要发动大家做伙联署，吼，联署公投，一公投联署书也好，还是讲签完书也好，吼，啊大家。积极来协助，咱签100,000份、200,000份，让因看到咱人民的意志啊！咧，我伫即届即个奥运吼，东京奥运就对啦。我有一个感觉就对，台湾人因为即个奥运的表现，包括足侪世界国家拢称呼咱是台湾，是台湾人爱有一个地位，唔是讲地位，爱有一个觉悟啦，对，觉悟要做无？你真正要做台湾的这个国家无？哎，对啦。我是感觉讲姚连树有机会啦，因为这个奥运的问题哦，引起台湾人足侪拢会想到这点，对啦。啊，希望讲这个连树的中间哦，有足侪足侪新的少年啊出来咱连树。是啊。啊，当然这老的免去讲啊，咱大牌这免去讲啊。是啊。对对。还要看来变化嘛。是啊是啊。啊，今日节目啊，头了要时间了要到啊哦。是。啊，感谢姚老师哦，啊。真㖏啊！这股份看到，喜欢占便宜啊！这个哦，我拿去赌，拿做大赌的。现在你比那个、那个 K O N 好真啊！哦哦，参与哦，参与嘿，你较管哈，哦，看你较无像啊恐怖，哎，真是啊，真是啦！是啊是啊。好，感谢今日这波，啊，感谢咱两位哈来受咱。台湾俱乐部诶，上这节目吼，感谢，谢谢谢谢，来，谢谢大哥，来非常感谢吼，咱时间的关系，好，感谢咱这个台湾俱乐部吼，咱这所有听众朋友，感谢，感谢，拜托大家多多支持，好，谢谢，咁啊，感谢咱的迄个俱乐部的听众吼，个公民宪政，台湾向前，最近来。好，感谢，谢谢。以后咱继续，好，谢谢，谢谢，谢谢。来，非常感谢哦，咱时间的关系哦，咱先嘛先来个进一段广告，咱等下再个等下节目现场，感谢您。
非常感谢，感谢咱建爱乡支持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来做一个广告。咱信任公司许多三级的产品哦，台中朋友已经差不多拢，将军阮唔免去讲啦。哈哈，为咱的健身，咱就知影吼，讲对这個身体上就是保养哦，人吼、哦、较用到一路破，唔是遐，就是遐，唔是遐，就是遐。身体上绝对无人讲十全十美的，因为你若食愈侪货，中间身体上的毛病愈来愈侪。唔是血压啦、糖尿啦、不是三高啦，有诶无诶，安尼就心脏啦、啥物酸痛啦、骨头啦，你会哪有？绝对是安尼了对。所以用许多医生爱去检查，病医爱去看，食病诶药啊、西药，做你个食无要紧，因为你若去食咱许多山即味产品了对。会当甲你化解一下西药，食落去体内会伤害了着，这已经足清楚了着，大家拢知影。包括白天了着啦，有许多山咧帮忙了着，嘿，你咧复原有可能会足紧。一寡医生看足久，看到胃汗里去的人，嘛是同款这个意思了着。许多山一味好产品，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了着。咱信任公司。无听到咱的电台，有可能伊都唔知道有一味许多山吃好。听到的人，我话有吃到的人太济太济太济，所以洪师傅今日就今仔靠国将士一举夺秀。伫台湾这个地区、这个所在、台湾这个国家内底，许多山都干阿咱独独一味尔，无人通共款的成分，叫做欢迎的戏，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一味。请从洪金如甲联名了着吼，许多山当然有配合的产品啦吼，咱各有恁骨锁，就是骨头，要连阿讲阿介清楚了，这骨头要安怎顾吼，这互咱当做一了解吼。金立明个第二代，吼，这要连嘛就讲过吼，安尼这第二代吼，是那个第二代，成分更加悬。这尾巴照一团哦，研究两波了着啦。哼，两波，两波我是这部电有讲过，这两波突破了了，对啦，金明的第二代，哎呦，食了个地个无同，较早第一代个无同啊，表示个升温，个提升，个提升个对，迄是金立明的第二代吼。喜乐通对这肠啊，肠啊无好，肠啊有毛病，多数拢安那，肠啊迄个卡拉三十七，你久胃侵了，会造成到迄个肠啊出问题，息肉也好啦。你就去检查才知咧，检查爱看紧，医生来感觉讲，哎，检查是你肠啊有息肉，无退袂使啊，要挂起来袂使一啦。迄要挂起来中间就出了，佮我们唔知偌久过了，就变成迄种歹的物件。所以这是互咱做一了解吼，这系统专门咧顾咱的肠啊，拉三十只就对啦，拜拜互你，这介好，互伊清气上，自然就伊就袂生迄息肉，迄简单讲就生裂啊。都袂生裂啊！裂啊，讲话恐怖，听到裂啊，大家会惊吼。啊，死路就等于裂啊，同款。所以用这句话，喜乐通就是要人吃车了，对吼。我保喜乐清哦，这会用。啊，无妨啊，这是一种保养品哈、啊。咱讲我保喜乐清可以老套顺数了，对，别塌掉了吼。保顺健，咱听众比如农产保顺健，咱年岁老有啦，五六十岁以上起来吼，咱就个老兄弟吼、老朋友吼、六七十岁、七十八、七八十岁了，对啦，真济真济真济。嘿，阮是我棒球队拢走去咧啥，走去咧挂迄落做啥，了无线了对啦，安尼了对，好好来个使用咱保顺健感想吼。血红素当然啦，对这个贫血，贫血食血红素一味，安尼正确了对。所以有阵时啊吼，咱贫血会造成真侪真侪，一些头晕眩啊，心中一呛，安尼目睭会涩，脚背冷起起，感觉两个精神无好。你们动作是感冒，有人就是变的三星五那也安尼哦。所以像这话，叫做血红素，你个吃，那是真正变的的问题，吃血红素非常正确。这介绍合理了对吼。所以除了这三品以外吼，咱用许多三这三品全部来个做一下调理，可能身体上会保持健康，甚至体能过会更加好，抵抗力更加强。这是咱信任公司。一产品做会到一点就对，有任何不了解，请你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8，0800-0500-6688。
感谢啊，咱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又过来暂告一段落吼。咱0800-0586-668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那恁都是啊，有听到啊，咱这个。啊，姚老师、阿哥、包括吼、张顺良吼，咱这个副行长吼，对这个这项诶运动吼，讲了真侪。大工程啊，大工程啊，需要全面来参与啊。啊，坦白讲，事实吼，上欠缺就是这政治人物。咱这种这政治人物啊，我们帮点点的话吼，要跟咱好这人民来舞吼，我那爱真舞的啦吼。当然有当有可能一工舞啊吼，人民已经不耐烦的话，惊就街头的时阵，那恁这政治人物，看你我出头发听。没啦，这有可能。我感觉是应该爱做到三更吧，吼。政治这个物件，有当时啊，这实在是我刚讲简单讲啦，吼，不久啊，我那实在是感觉有当时啊，敢那有一挂物件，因未使讲安尼啦，吼，啊，因无方便讲，也是因无多表态，啊，都要由人民来做边啊推杀的力量，吼，啊，来等这个力量够啊，因较成刷呢。所以以前是政治人带领咱向头前冲嘛，啊，即马变成由民间来带领，带政治人向头前冲安尼就对吼。好啦，希望迄个下面这现这个工程会当完成安尼吼，啊，咱真真正正有一个属于家己的宪法，啊，真真正正属于一个家己国家的名称安尼吼，希望有一天啦吼。好来，感谢时间的关系吼，咱这部到这暂告一段落，明仔在空中再会。再会，好，拜拜。